新竹人新埔镇公所今晚起是连连两日，多年本工厂熬夜来办的办事嘉年华活动，除了安排了千人前行是板条之外，还有乡土设立行，还有那个宗祠博物馆，大部分民众来上菜体的美食板条，每组都感受到淳朴的客家小镇人文。九龙斧头先生突然命中，天然金毛节节做暖身操，为前进前行是板条发通快充。命中看得到新埔丰富的历史文化，还赏得到彩铁的板条。记不记得参加？哎，你客家板条节，来新埔吃板条，顺啥来新埔聊聊哦。只要你们走完了哈。盖个五个章，我们有个纪念品。我为了他的可爱的枕头跟来吃一下好吃的板条，欣赏一下各区域的板条风味的哪里不一样的特色。为了带土菜体改高工地主，第二百办事嘉年华发土，连连六日推出乡土小礼行，当日就是推介中埔酒蓝茶，再来大家去到九江府等休闲农业区，老菜体改产业文化传递起来，强化发展。北埔人讲板条，南埔人讲面扒板，也系做新形式，俺的行业该主要的一个产业的来源哈，所以。哈维菲提一部分为支持提各地的地方用产业、经济、文化发通判例的方式来鼓励跟也记忆哈保留下来。新埔镇内就九台乡宗祠老家庙，各家族都有古好讲，传点做宗祠博物馆景点，还有民众就看得到菜体改景物。那我现场还就也是改摊那个事情，卖农体产品到美食，希望发展和总体在产业。下个新闻，王文耀，新竹报道。